慢慢我慢飞。慢。喂，什么玩意儿呢？这是，个小我垃在圾，哪里？Hello，这是什么？我这这个可以干做嘛？巨快，好，传送，这个是好厉干害，嘛牛的？的，可走，以我传们直送，接传。送，哦，哎呦，有，上来哎呦，就我关的神灯。犬怎么这么上快？面怎是么这么谁？快？走，上面是布上布，面是布布。上面是布布，好，修灯去。我布布我好我，像是不是做的关灯？布布做的关灯，哪但里是做的关灯？我拍的清，我看到了波少的鸡腿躺在那个出发港，就前面。那个小圆就圈，是他做的关那灯。个叫什么来着？小圆圈的那个小东西那里，好吧，就在出发港上面那个小圆圈那里。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刀的，因为那时候熄灯了，我听到好多人在派空格，然后有人说什么"叔叔是狼"，好吧，听叔叔怎么说吧。那时候熄灯了，我啥也没有看见呢，我就看那个鸡腿躺在那，报警了，过了。我跟这个 EBZ 复活在那个维修室，起身，我就让他拍身份，他也让我拍身份，然后我给他拍了个复仇，然后我都拍了复仇了，他还搁那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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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就跑到那个什么，跑到那个出发港上面那个位置之后，我就说我就碰到了谁来着，忘了碰到了，哎，我碰到谁来着，我忘记了，然后我就说 EBZ 是狼，EBZ 是狼，然后最后报警的时候我就往上跑了，跑到那个低温实验室那边了，然后关灯了，我不知道。当时我就一直往上跑，EBZ 关灯了，还在我屁股后面追，所以 EBZ 铁了，把这个 EBZ 给我打出去，过。我和拉奇是在传送器复活了，然后他说可以做一个任务，可以做传送，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做了之后，我跟猴哥还有拉奇，我们三个一起传到另外一边，之后遇到不不不在好像是电机室。然后我们最后是在维修室跟那个农业，就是那个过道。然后因为很快就直接天，就是直接没灯了。然后我跟拉起猴哥还有布布四个人是在一起的，然后就拍进来了。过。OK，小玉帮我发言。我开局跟仙姐出生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医疗室。我看着他不痛，然后我就围着他转了2圈，我就说在想他是不是在等 CD。于是我刚拔腿想跑就熄灯了，我就想跟仙姐贴贴，我又回去找他了。拍景之前听到仙姐说去上厕所了，就回来了。我就铁保仙姐，我俩铁好，过了。我这边罗脸两狼，一个是叔叔，一个是布布。王布罗死前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布布布做关灯任务。”然后我那时候是关灯了嘛，我因为叔叔上来哦，我叔叔是铁狼，为什么呢？他上来给我在那拍空格，我先说了你什么身份，他反手来问我什么身份，然后他说他先报了个正义是吧？我看了有我的底牌，对吧？那你现在进来，你又报了一个复仇，那你到底是张什么刀，对吧？然后王波罗在拉铃前还说了："哎，布布，你是不是做关灯任务？"而且叔叔他们刚好两个人都是在那个，因为我是追着叔叔嘛，应该也是到那个低温实验室那条走廊那里。我刚还听到了王波罗的声音，然后拉进来他不见了，好吧？但你俩，混了我们二好十吧，分，罗点两咋整了，啊？叔叔和布布，先出叔叔我已经点票了，过。我在拍景的时候，我在那个低温实验室跟维修室中间，然后你能听到菠萝，反正我没听到菠萝声音。是这样的，我跟灿灿、猴哥，我们一起做完那个传送器的任务，传到了维修室出来，就看到了电机室有一个布布布站在那里没动，然后刚往维修室往右边这么一走，关灯了，然后让我去这个电机室里面修灯。那么在关灯之前，我看到电机室里头就只有一个布布，那么我推断这个关灯任务是这个布布布做的，有没有这个可能？那在这苏苏布布双狼，先出谁都可以。十八刚刚说出苏苏对吧？不分票，全票先打飞苏苏，出去。这个不对劲，好吧，我能说就这么多，过了。我们现在非常好盘，我的这个行动轨迹跟王大奇是差不多。我灿灿跟王大奇，我们三个走一块儿。现在苏苏跟十八代他俩肯定是对立面，然后十八代还能点出来一个这个布布啊。其实我们确实是看到这个布布在这个电机室这个位置了，那应该就是他做的关灯任务啊。然后这个口供也对得上，那说明十八代就是好人。那苏苏布布他俩就是双狼。那这一轮已经点票的情况下啊，
其实我本来是想出布布的，因为他属于是公共狼坑，但是现在已经点票了，那么怕一手中绿弃票，我们可以先点苏苏过。我按这边发言，我这边出生太医出生，我们在什么位置？我们在那个船载舱这边。然后后来我跟太医说了我的身份，然后我就当时关灯了。我当时后来到了那个生物实验室左边那个位置，那个地方是关门会消毒的，好吧？我当时也没看我当时在什么位置，我以为是在正左边那张图呢，原来是在右边那张图，好吧？这把肯定是要出苏苏的，因为苏苏这边在发言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提到过布布布的吧？对不对？十八力直接踩两个人，力度很大，好吧？我这票也会挂在苏苏身上。不分票，我这边过。我是在那个电机室出生，然后我往维修室的时候就关灯了，而且我都不知道那个关灯任务在哪里，并且就是关灯之后我听到下面就是有声音，所以我挪过去之后，我是跟拉奇、猴哥还有他们，我们四个人叠在一起。然后这个 EBZ 他的视野关灯之后是这么大的吗？我都没有听到波少的声音，他说他能看到苏苏到了波少，还说波少说我做关灯任务，那怎么可能呢？想想都知道不可能，这个 EBZ 在编。然后那个关灯任务在哪我是真不知道，我就是在那出生然后往下走就关灯了。我建议可以出 EBZ 啊，他踩的苏苏应该是个好人，过了。新人发言，我跟小鱼宝在一起，我上厕所去了，先投苏苏啊，不要分票过。嗯，北邦啊，北邦啊呀，哎呦，好人四个给你七票，北邦投了我一票，正义是吧？哎呀，正义，哎呀。等我擦一下手机，兄弟们。过来吧你，嗯？激活百度飞船。记得你，我可深。哎，好感，好感，好感。没人做任务，走，跟我传送过去。OK。哎，传送过去吗？我这个图，我跟着你们走。猴哥，好的。OK。哦，哎，我拍的鸡腿在那个保安室，我原本在电机室修的灯，之后我走到是往哪里走？往农业那块走道走，然后走了之后呢，这个原本有那个谁，易将跟西恩。我记得没错的话，后来我们四个走散了，然后走散了之后，我是去做了一个任务，然后再往保安室，在低温室那边有个低温实验室有个任务，做完了之后，我去保安室，然后拍到了鸡腿。我本来要从出发港那边走坐船的，然后我就直接拍进来了。你们其他人说一下位置吧，过。OK， 小鱼宝发言，我小鱼宝太一。八 G 猴哥，我是跟太医出生在一起的，然后很快我们就遇上了十八 G， 然后还有猴哥，我们在装载舱准备去传送器那边，我们去别的地方就是说看看风景，这个时候就报警了，我能把我们四个提好，没有动刀过来。王拉奇的上一轮发言在我这边，我能认一下啊。然后这一轮我是和太医小鱼宝复活在那个在一起嘛。然后我们碰到了猴哥，我准备去做传送门。然后你们说你们四个人在一起倒了两张牌，那餐餐你给我解释一下，你说易将、西恩还有你还有王野四个人分开，还是说还加上布布布啊？反正这边肯定先出布布布的，先出布布吧，好吧，好了，别分票，如果我都信我的话，那只能打苏苏和布布是双狼嘛，关灯任务先出狼嘛，好吧。然后这边餐餐的话我大概抿到了，先出布布啊，过。好了，别分票啊，不听我归票，猴哥归个票吧，过。那王拉奇发言，这一把我王野一起复活，然后王野说我加拿大我去修灯，我说好你去，然后他就我们是在通讯室，然后我跟他分开，他跑去修灯了，然后我在剑桥做了一个放星球的任务，完事往这个低温实验室这么一走，刚好走到这个过道就看到了底下有个蓝色鸡腿，我正要拍，然后就报警了。那么餐餐有刀到了加拿大，暂时十八 G 投票了，我觉得上一把布布做的关灯任务可以
可以伸出布布，然后进去刀这个餐餐，对吧？也可以，猴哥你来选择，我先不投票，过了。可以，顶楼上出布布。只能赌中立七票，中立七个票吧。王野跟应家应该都是好的，他们两个都冲着关灯去的。那我就顶楼上，两个中立还在，七个票吧。谢谢过期的，再来一瓶的水晶火箭。先出布布，不分票。然后呢，我是跟修完灯，餐餐修完灯之后，我是一个人往下边走的，你们三个人跟在后面，我没有跟过去。所以说，餐餐肯定是到加拿大鹅了，对吧？王也在，然后呢，意匠在哪死的？我确实不知道，不然我也不可能聊出来。不，完了。哇，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太爷，太爷出！哎呀，为什么餐餐见了我要跑啊？好奇怪啊！我又不能把它吃了，完了，死角，怎么办？他把那个拉起刀了，猴哥，猴哥，猴哥，他把拉起刀了。那打他把拉起刀了，我们又能怎么办？我不引导你们，我让他们操我，他们吓死了，我要。啊！我得抓一个人。好。哎我去！有鸭子在叫。OK， 等一下，行行行，算了算了，我要走了，再见了各位。怎么办，猴哥？我听你的，我是一点办法都想不到呀。过了，表演个才艺吧，可能会有办法。过。Goodbye， 灿灿 ，See you Lala， 拜拜。那不是猜猴哥吧？他工程师。一，快！真工程。吧。真的，猴哥工程师。我真的是工程师。虽然过去有点难接受，但是我已经吃了一口了。太逗了。我没有啊。上一把我不会没投票。我以为你转管道了。我没有啊。我投没投？拜拜。我应该投了吧？怎么五个弃票呢？王爷骂我老乌龟是吗？我不懂五个弃票，怎么没有？上厕所呀？我读弹，我读弹幕，我读弹幕。这么的，我要是拿我的憋死我自己。读弹幕。你妈！他一说早转四十天，我早转四十天，几个人给他刀了就踢了出来。哎，为什么不给把刀呢？你有刀吗？猴哥，我带刀，好带。好。好带。好。哎，这个什么地方完了？哎什么？哎什么？完了走。就追他。就追他。就追。有个声音啊。就追他。灿灿，离远点。灿灿，灿灿，溅你一身血。灿灿，灿灿。好。我把他刀什么意思啊？哎。叔叔秃鹫，好刀，牛逼。坏了。说我刀，我看一下板子，刺客是不是固定的？固定的。轻松时的潘多拉。我开局跟猴哥说了，我好带，然后呢，我就抿，我怕我出不去的刀，我就刀了一个人，然后叔叔把。王爷的鸡腿吃了，然后餐餐又补了一道，我认他为好，我也为好，那怎么办呢？排外之位，猴哥在现场，过。
恩姐虽然这发言有一点点，但是她这个像是好人做错事的那种啊，并不是说一个坏人做错事心虚，所以说恩姐这一刀的话我能认，对吧？她也说了，苏苏把王爷的鸡腿吃了，然后恩姐刀了苏苏，是吧？恩姐这一刀是好刀，她也认了。至于是这具体是什么好刀呢？你们老人自己去抿。所以说恩姐这一刀我认。如果说排外之位，恩姐说猴哥在一起，我小鱼宝波少义将，我们四个人在一起，那么太乙裸点三王将一定赢，不不不参参王拉起十八岁。清清爽爽啊，归票位是谁？猴哥你来归，乱归过。 OK， 一将发言就跟太医说到的一样，我跟王波罗还有小鱼宝，我一开始跟小鱼宝一块出生嘛，后面遇到太医跟王波罗，我们就一块待在一起做了个任务，准备传送来着，然后就报警了。好不好，恩姐这个发言状态确实像个好人哦，我是这么感觉的，然后身上没有什么别的信息了，外置位的话就让十八界顶的吧，听他们发言嘛。过了。参加发言啊，我是和苏苏一起出生的，然后他很开心，就他一进去就很开心，然后他就说有没有吃的，有没有吃的。我其实我就知道他是个那个秃鹫，然后这时候我走到那个路上遇到胡歌、西恩还有王爷三个人，然后然后王爷被刀了之后被叔叔吃了，确实叔叔是我刀的啊，因为肯定因为没鸡腿可以爆嘛，所以我肯定要刀一个啊。过小鱼宝发言，我和一将出生在一起，然后没一会儿我们就遇见了太医和王波罗，我们四个在一起正好做任务，我们在那个出发港这附近，没有其他的信息了，我觉得太医说的没毛病，过了。哼，那太医说的没毛病啊，参参这刀我能认，他刀的是叔叔对吧？秃鹫吃了尸体没尸体报警，然后我的位置我先说吧，我是复活在那个生化实验室，然后往那个传送器那边去的时候还被关在里面喷了一个雾，后面我到装载舱那边也没有船啊，然后后面我想说去做传送去报警了。那这边的话就按这意思说，西恩姐她去抿了王爷，给王爷刀了对吧？然后叔叔把鸡腿吃了，参参刀叔叔那肯定是好刀啊对吧，不然怎么回去刀秃鹫呢，是不是？但恩姐这一刀我就说只能半认，我不能说他完全坏，但是你太医上来就跟彩盘什么外置位，两张牌都是倒在里面，何来的外置位呢？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图是有传来传去的，在右手边的人过不去，这就叫外置位吗？所以说你这个三狼一中立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好吧？但是也不排除吧，是吧？既然没开刀也不排除外置位，反正我这边我能说我好人带刀出去，你也可以看也可以抿，好吧？我也好人带刀，我出去去问西恩的。然后这边猴哥归个票吧，过。OK OK， 非常的抱歉家人们，我刚刚在大家在发言的时候我在抠我的甲沟炎，我没抠在抠我的左耳，我没注意听，但是这把太医和我铁好，我们俩做了任务出去可以看的，太医说什么我疯狂的顶他，好吧，过。哦，你这个发言有点快，等一下我验一下。哦，好，王大喜发言，我是在传送器复活，然后我做了那个传送任务，就传到了维修室。然后我在传送器的时候，我听到了布布在底下说啊，做个任务吧。然后我就跑到了那个传送，我刚传过来，过了大概没一会儿，布布紧跟着我一起传过来了，然后跑到我后面一直叫着我名字，我非常害怕。然后我就跑到了出发港，报警前一刻，我看到波罗太医。一起在那个想要坐船出发，其他人没看到，这我的信息。我清采一手布布过了。你清采一手布布，那么王总，说实话啊，你这个发言，比较像一个好人的发言，而且一般点的其实比较准。这西恩跟参参这俩刀，我不是那么很好去盘他俩，我觉得可以先放一下。然后太医这一票呢，我们也可以先不归他，为啥呢？因为太医跟波罗他俩不是说出去做任务了吗？我们看看有没有任务条就完了呗，对吧？你俩说是做了两个任务吗？那应该就是两个任务条。我们进去如果没有任务条，那把他俩给嘎了，没有问题吧？所以这一轮我们可以出一个这个王拉奇点的不不不，对是不对？过。我是这样，我跟拉奇是两个人都出生在装载舱那边的，然后我就
我就想着说我做个那个传送器那里有个任务，但我没做明白。然后这个时候我一回头看王拉奇说传送器走了，因为我跟他独处那里他也没想着刀我，所以我认他是个好人，我一直找他。所以我王拉奇在我这是个铁好，你们要扛出我也行，但是没得出我建议是弃票，反正我点弃票了，我身份进去可以跟拉奇说拉奇在我这是个铁好，他没刀我，所以我就喊他不了弃走。我认你是个好，那就气死我少那个任务应该就一格任务条，我感觉一将打动了，我也觉得几格任务条，我也觉得一将没有跟我跟波少我们波纹双方正义，我正义好两格，好好任务，好啊，好任务，我是鹅，好任务，我是鹅，我跟你说。那太医跟波少解释一下吧，为啥呢？最少两格，连个格都没看见，跟我说一下子吧。这轮刺客狼应该没了，我直接报我身份，星界行者。我们这轮可以直接全票打飞这个太医啊！不不不，啊对，出太医过。刚刚十八禁问我什么任务呢，我不是说了吗，那个任务我没做明白，他说什么装载九千什么什么的，然后不让我摁，我没做明白我就没做，所以直接去传送器那里拉奇他传过去他就看到我跟上了呀，那个任务是来不及做的。那报身份的话反正猴哥都报了，那我也报一个，我侦探嘿嘿，那反正可以挡一枪过了。先正义使者十八禁他跟我说他是警长，接下来报身份不报全死过。我太医这个身份我还真不能说，但既然说大家要这么明牌打的话，那么我就说了吧，我是加拿大十八岁，猜猜什么意思，为什么挂我票，没有发现吗？刚刚恩姐上来报警，我是力保恩姐的一张牌吗？恩姐你想一想，我上把二号位方言，我是不是保了恩姐，对吧？为什么？因为我是加拿大呀。你们也不要去说我跟波莎是双狼，我知道我现在这些啊这句话可能有点不信，但是我还是要说，可能这个快船我们两个做的任务条是那个开那个出发港那个飞船的那个任务，可能说他应该不计入这个进度条吧，应该是这样，只能这么说。那么我跟波少绝对不可能双狼，我跟波少如果是双狼的话，那么意将你们如果要认刺客狼是意将，那你还认我跟波少是双狼，那小怡宝他不早嘎了，我们三狼跟小怡宝在一起，三小怡宝不倒牌吗？对不对？哎呀跌错了，不好意思，没事，不影响。那这把偷贼，猴哥恩姐好，我小鱼宝波少好，对不对？那这个狼就从布布拉奇十八岁里面出啊。十八岁既然报了警长牌的话，那么这个布布跟拉奇双保的一张牌，我就觉得肯定能开出问题，对是不对？波少，你归票啊，我过了。我要说一件事啊。我和波少一起复活之后，我说波少怎么没有任务条，然后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说我可能就是，我说你是不是做的连环任务，因为这个图我也不熟，所以我不敢乱做任务你知道吗，然后波少就说那我再做一个，他在装载舱那边又做一个，我跟他离一段距离，他好像真的是在做任务，所以我是觉得波罗跟太医在我这边发言是比较好的。然后我要说什么，西恩说他是正义，我才是那个警长，全票打飞十八禁过。对啊，我刚刚也在算啊，小鱼宝发言他们三个刀好像多了一刀，那就应该是有个猎鹰的开局，是我太医波罗和一将我们四个人出生在一起，如果你们我们里面有双狼肯定开双刀的呀。这一轮猴哥拍警我也认好，因为这个任务条我确实我也没看见，这一轮出谁你们后面聊，我再听一听过来。十八你是不是被静音了？好，那我说，我真是谢谢你啊，参参。我觉得我的嘴是解释不清楚了。你今天上我今日恩人名单，好吧？就像参参说的，我真不知道咋回事，猴哥，我真不知道，我是真在抠脚，我是真的做了那个任务的。我在我这里，我的视角里，太医、小鱼宝都做好，好吧？看来波少不是我就撒谎的人呢。就这样，我是复仇者，我也报了。我王拉奇白板大鹅，大
上一把忘了说，然后结束的时候我就疯狂的复读机，我是啊，我是啊。那上一把如果能认参参，他到了叔叔这个秃鹫，认下参参为好。那参参说出十八计撞身份了，那就出十八计，对吧？没毛病。不了。好，哥们儿，信你再抠脚，没问题。我甲沟炎也是真的，你最近出来玩你也看到了。十八计猎鹰走的，我没看着啊。这个确实，我没看啊。好，那有机会看看。对。红哥。哎，好了。哎，我还叠了一个。小医宝是啥来着？我是复仇者，我还没有看到有人杀过人，所以我的技能一直都用不了。谁？嘎了小鱼宝，嘎了小鱼宝，嘎了小鱼宝，我跟奥城布布了，哎呀，搞错了，完蛋了，啊，当时什么情况？布布在旁边，猴哥在旁边，然后猴哥关灯了，猴哥在我面前变成了鸡腿。小玉宝他说他是复仇，什么情况？死了谁了？参参死了，嗯，撞身份了吗？那波少不是复仇吗？坏了，我 CPU 烧了，我还没看清，你知道吧？出小玉宝吧，孙悟空的临时一页，嘎了小玉宝过。出小鱼宝吗？不能出小鱼宝，为什么不能出小鱼宝？那出谁？出刀口是吧？反正这白天倒了三张牌，一张参参，一张布布，一张猴哥，对不对？不可能是一个，但是参参是警长，有没有警长双倒啊？反正这匹狼啊，这三刀呢，跟我跟拉奇也肯定没有关系，这匹狼肯定是出在小鱼宝跟波少之间。但是波少之前好像报身份了，说他是复仇啊。他们明白了，拉奇你来归宝，小鱼宝波少里面随便归一个都行，但一定要归一个，然后等下白天我们三个好人一起抱团，应该还有的打啊、哦、过了。打啥呀，就剩一个了。是这样子的，你就记住我们第一天的那个阵型啊，太医，我你菠萝跟异将在一起，对吧？你们任异将打动了，那如果你盘我是狼，那我为什么不刀了你？为什么我们俩不刀了太医跟菠萝呢？对不对？所以我不可能是那么一头狼，我就是一张复仇者，上一轮我没报，因为我觉得没，就是没有到我报身份的点，但我是那么一张真复仇者，如果我听了王菠萝他报了复仇者，我再去报复仇者，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因为我是那么一张真复仇者，杰克我是肉死呀，我是肉死呀，给菠萝。那出谁？还在嘴硬，狠狠的把你拿下，坏东西滚！我是复仇。那出小鱼宝吧，这个菠萝很早就报了他复仇，跟你们坏人有什么关系？就是，sorry， 不不，刚好你跟小鱼宝差一点。哎呀，这结束了，一轮结束，狼就剩我了，我懵了。嗯王爷，你真捞啊！行，我就说能不能冰释前嫌？我不是主角，因为当时你走在前面，你那个状态是不对的，你好像是赶着去干什么，你知道吗？就拿我力量，打得好，问题吧。要不好，西恩姐。行，下回我就说，玩了小鱼宝，因为他报复仇了，那波少是这么真诚。